哦，亲爱的宝宝们，嗨，今天我们来介绍的是《小兵》哦。哎，你的被子打爆，那个阿哲一直要喝啊，我要收他。请你给老师，谢谢你，阿哲哥哥。谢谢。早安。再不跟我妈妈说早安，等一下好吃的百香果就没有了。早安。早安。想打招呼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跟他说再见。哇哦，这么多，好多的果子，这个也是可以吃的哦。但是呢，它是要从中切开，吃里面的汁，还有果肉肉，果肉很好吃哦。那我们要谢谢珍珍，这个是珍珍妈妈家、外公外婆家种的哦，叫做百香果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请小鱼妈妈帮我拿给阿哲哥哥，让他们都闻一闻百香果，摸一摸百香果。那百香果因为是我们第一次，所以百香果的歌妈妈还没有编。来，干嘛？树上的果子叫做百香果，红彤彤的，香香的，好棒！闻起来好舒服，好想吃。用小皮，只要从中间切一半，吃里面的肉肉。好棒！我们看。哦哦哦哦哦！妈妈在看吗？妈妈。从中切一半。哎，你爸不能这么凶哦！从中切一半，看到里面很多的小黑子，还有什么？还有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做百香果的体验以及现场的即时创作。树上的果子叫做百香果，红彤彤的，好漂亮。它的皮不能吃，需要从中切一半。我们来切一半好不好？看看它的肚子有什么。我已经用开水洗过了。这里是洗过的，这个是还没洗过的。好，底拐开始喽！底拐。哦，确定是这样吗？可是这样子一切那个汤，对呀、啊，哇！你看，超
上的果子叫做百香果，香香的，甜甜的，好吃的百香果，从中切一半，白色的肉不能吃，只能吃黄，只能吃黑色的小籽籽，抱着黄色的肉，咬起来一口接一口，也可以配着，也可以什么？也可以做成百香果汁，很好喝，闻起来香香的。好，下一次妈妈就会把这一首歌 run 过，就会变很好吃。好，那我要请小鱼妈妈再帮我一下，拿给他们闻。好，然后这个时候就不用让他们拿了哈。好有神韵，卷卷卷卷来，啊，被吸引了，哎呦，百香果好香哦，自己种的就是香，台南的百香果真够香，闻起来很香，吃起来很甜，舍不得。一口接一口，实在真好吃。好，我们刚好也可以编一首台南的百香果跟树上的百香果。好，那不然你帮我拿他们六个盒子，一点点点点。今天先让你们尝一点点，好不好？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嘿嘿嘿嘿嘿。一点点，中午的。然后你帮我再拿一个盘子好不好？这样我们两个分头前进，前进。树上的果子叫做红苹果，红白色很漂亮。红色的外套，好多小点点，就，红色的外套，好多小点点，闻起来很香，吃起来很甜，我喜欢吃好吃的百香果。台南的百香果真。台南的百香果很有名，很大颗，闻起来香香的，切开闻更是香，里面的果肉真漂亮，黑色的籽籽抱着红色肉，抱着黄色肉，红色的籽籽穿上黄色小外套，薄薄的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吃起来也很甜，我喜欢吃红色的。好，我们你从那边出发，我从这边出发。只能吃一下下哦，因为也还不知道小宝宝呢能不能吃。等一下，汤匙我错了，来，现场分。这真的给我，可是这个肉肉，真真的，好，全全的，对，那真真的在这里吧，这个是真的。慢慢的。啊，我不想给肉肉吃了。
都没有出来，请问你要试试看吗？会不会我们一会下来？好，有镜头在看哦，请保持优雅的姿态。你在哪？你知道？你喊得好无力哦！老师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弄好，放在盘那个汤匙上面，才不会？对，好，要先把它先。慢的。哥哥。他现在在家里已经有吃过了，所以他应该是慢的。给面子哦，好、哦，给面子哦。我想给那个店长吃家小你先给他吃一点点。不是，你像我一样，我全部都咬起来。小肚肚的消化。